近日，黄河壶口瀑布水量大增，迎来夏季最佳观赏期。从空中俯瞰，主瀑布涛声如雷，连成一线，升腾起阵阵水雾。十里龙槽水位上升，湍急的河水奔流而下，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。此次水量大增，水岸齐平的奇特景观实为罕见，一般持续时间为几天到几周。